行，知道了。我只有一分钟的时间，你还有半分钟，你能不能不要打断我？这衣服挺不错的啊，为了见我是吧？我真对你太重要了。你是白痴吗？别乱跑给别人添乱行吗？你吼啥？大晚上你吼吼谁呢你？不愿意来以后别来以后。看好了。月亮，什么？月王，你白痴啊你！说话，问你呢。时空选手之黑，月亮选手之白。他的每一个行为，每一个想法，都不了解，摸得一清二楚。他的每一个动态，每一个眼神。我都能从中猜出八九分的意思，才八九分，我对你可是满分。怎么回事？怎么我下一步你就唉声叹气、摇头晃脑、龇牙咧嘴？怎么我下就那么次吗？是因为你下的每一步都和我想的不一样。猪八戒，猪八戒倒打一耙，我跟他零默契，我都快崩溃了，好吗？我给你做排骨盖饭啊，一块排骨，一块排骨还能疼死我。我是温蛋，你还赐名，你是皇上啊。走。开门。你吓我为啥要开门啊？别动我啊。我惦记他，我可不可以你把我宠坏，坏到我谁都不爱。说好声都听我的，你还有我呢。